这张 EP 里面，我最喜欢的一首歌，就是一听就会让人很安静。我希望我录出来的感觉也是那种很安静的。副歌再关个灯，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说，它更加的是要真诚一点。其实当时我在韩国那段时间就压力特别大的时候，回想那样的心态，然后写的这个歌嘛，想的就是我当时经历过那种，但是有同样经历的人，希望他们想开一点。倘若你也正在经历着这样子的痛苦或者烦恼，没关系，你的痛苦烦恼它会随着江流都流走的。我会尽力录得足够好。去安慰别人，或者是我们听到的鸡汤，大部分都是今天都过去了，明天一定会好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都过去了，未来的日子里种着待开的花朵，是不是这样更好？哇，真的挺好的。有血有肉，有灵魂。你放一下那个 build up， 脖子，脖子，是一起出来耍。先翻 all night 这个地方 ，Rocking， 上上，别乱造词了。Yeah，Yeah，Woo，Woo，Hey，Hey，Ha，Ha， 噼里啪啦 ，Boom Boom Boom Boom， 巴拉 Bing， 巴拉 Boom Boom Boom。听一下呢。辛苦顺利老师，辛苦顺利老师。